So really you ain't gonna hit me back, yeah. Now it's all just you got me on blast. 大家好，又是一个非常 beautiful 的一个下午。今天我们将前往内湖贝克湾练习场进行打击的训练。在前往练习场之前呢，我们必须填饱我们的肚子，所以我们来到了老张炭烤烧饼店。这家创始店呢，就位于南港区的中央东路七段上面，号称南港级胡椒饼，各位有空可以去尝尝。终于来到了高尔夫球练习场，格在这边稍微介绍一下贝克湾练习场。它总共拥有三层楼，有70个球道，加上夜间灯光的照明，打击区呢都是有配备自动出球的系统，堪称是台北市最受球友喜欢的高尔夫球练习场之一。地点紧邻民权大桥，距离北一高内湖交流道约差不多两分钟的车程，从北二高环东快速道路下呢，则大约一分钟的车程，所以交通十分的便利。在台北市呢，能有这样的练习场域呢，真的是实属不易。由于疫情的因素啊，也造成了高尔夫球运动的盛行。那现在有非常多的年轻男女呢，也开始在从事这样的一个运动，也就造就了贝克汉呢在假日的时候呢一位难求的现象。所以如果你跟格一样是刚开始在学习这个高尔夫球的新手的话，那贝克汉是一个不错的场域，让我们一起勤奋的练习吧。Nice 哦。就是你开杆只有一次机会，你就是要慢的、啊。对啊，你这样都开出来球都还蛮直的。对啊。哎呦，不错哦。先球直，慢慢球之后动作习惯之后，你的 power 就慢慢出来。
望你们会喜欢哥哥今天的分享。See you next time.